篮球赛场上每个位置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，或者说某些特点是不同位置的标志。然而当今联盟偏偏有一些球员不走寻常路，打着和别人一样的位置，却在球场上做着不一样的事儿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今联盟三大奇葩球员。第一位是76人队的控卫西蒙斯，如今联盟的控卫当中，恐怕只有他从来没把三分当作自己的武器了，而且他从来不投三分。在当今的小球时代，他不靠三分球就能稳坐球队首发控卫位置，可以说是非常奇葩了。第二位非常喜欢投三分，甚至一度在球场上只投三分，他就是雄鹿队的大中锋洛佩斯。大家观看雄鹿队的比赛会发现，这位大中锋经常飘在外面当一个投手，而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护框丝毫不管。不过今年的雄鹿战绩是东部第一，不得不说洛佩斯也是很罕见了。最后一位快船球队老大路威，不过他却是球队替补席里的一员，如果是其他球员有他这样的表现，恐怕早就想着当球队首发了，可他却丝毫没有这个念头，反而在替补席里越打越好。大家还知道哪些像这三人一样画风清奇的球员吗？欢迎留言交流。